李总的啊，我无想过要冒犯你的隐私啦。啊，不过若是有方便，你嘛应讲出来给我听看卖啊。讲出来，无你看你的心情会较快活哦。这嘛不是啥秘密啦，我知影歹讲出嘴，假使这个故事真长，真歹解释。简单讲起来，我以前是一个乞讨，是冒着性命危险，不要走过一段黑暗路，把我牵出这个正常会见光的世界。阿、哥，在我们订婚那一天，伊就安尼形形失踪去，法院肯定是，伊是落海失踪，而且是被人陷害。所有人拢讲，伊无可能会回来，叫我把伊放袂记。我到今仔，我阁唔相信已经死的事实。海生，我讲袂落去啊！无定着有一天，伊若是回来，才请伊讲予你听好。你还阁咧等伊？看起来你是一个真专情的查甫人。我的感情。已经随落海，完全埋葬在海底。即摆我干若想要全力拍拼我的事业，才袂辜负伊对我的期待。进来，林总裁。总裁。董秘书，这么晚你来伫遮，是毋是有啥物资料赶紧要摕？无啦，我是来陪李总的，食食暗顿，开讲一下尔。哦。时间也差不多啊，我爱等饭店嘛，卖阁直接叫了您。林总裁，晚安。晚安。文秘书，我送你回。好，多谢。再见。总裁。你下手真紧哦！我人我是想讲，赶紧把报告书交出来，咱能做一个讨论，做一个修正。你误会啊！我意思是讲，你哪会这么紧就开始追求彭秘书啊？你误会啊啦！彭秘书来，上主要是要探听咱正文，爱听讲我伫咧加班，就买一寡点心过来，唔是我有意的啦。安尼我就知影啦。我是咧想讲，彭秘书对你的兴趣。可能比对阮公司较大。无可能啊！伊来上主要目的，是要探听大神甲家庭的内幕，顺手看我报告取消了安怎。结果煞耽误着我的进度。歹势，总裁，我要继续啊。Thank you.
你敢无想过要拍袂开啊？嗯，啊，锁是唔对动的嘛，拍袂开。我都知影，是唔是你甲门的锁头换掉？你是安怎变安尼做啊？我讲查某囝尔有理啊，你讲话较差不多嘞，啊，差恁母啊讲话安尼无大无细。我即马在生气啦，生气的人讲话敢会好听啊？啊你，好，大娘，你今仔心情无好，我也无想要甲你冤啦。哼，恁母仔囝的代志哦，甲你超好势啦。 李玲啊，莫生气啦！啊是静恒吼，无爱和你去的房间，唔才拜托我将锁匙换掉。你听母啊讲一句话啦，这姻缘吼，天注定，袂当强求啦。你着爱认婚，你参静恒的情吼，就是遐物仔情。啊，你若无承认这事实，你着心肝计归求。我看吼，你是熟识人少，你着找机会出去行行咧，啊熟识别的人，无定着吼，真紧着找着家己的缘分啊。安尼吼。 这种从正贤放袂记啊！我无爱啦。你敢毋惊我搁拄着阿勇的迄种歹人啊？我就是甲伊正贤，我无可能凊彩去爱别人啊。但迄个周碧玉无计有正贤的名，这是天公伯也在处罚，嘛是天公伯也在甲我斗相共啊。妈，我拜托你，假使讲你若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嘛请你莫阻止我，好无？这未来的代志，啥物人会知影？ 我相信我对静恒这么痴情哦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感动的。嗯，我讲查某囝娘嘞，我借问的，啊你敢讲无计有静恒是的事实啦？唔是这样来臭屁呢？迄若讲着较早我缠恁母啊，你爸，你唔是讲你无想要冤家？你掂掂啦。哦，妈，做事体啦，袂用的啦，静恒特别交代，袂用的给你啦。 啊，我干那关心美玲嘞，我看伊最近工作了足辛苦的，我买一寡基金甲保险贴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啊，基金黑嘞，等者有闲我才摕起你就好啊。好啦好啦，我讲查某囝，迄物件囥在遮，啊，大家讲起你，我安尼讲，才你听了会下跪啊。美玲啊，你着莫安尼啦，正贤的房间你无代无志，安尼装出装入，假使阵正贤若无要住遮哦，你连人影拢看袂着啦。 静恒回来啊！哎，马老师啊！您好，您好。啊，你来遮罕行？歹势啦，啊，我是毋是叫了着恁讲话？不要紧啦，恁继续，我是来找静恒的。我知影吼，静恒住伫咧楼顶，我家己去你就用的啊。静恒无伫咧啦，林刚才来啦。我知影静恒无伫咧啦。 拄则我甲伊通过电话，伊伫咧路的水转来，敢有方便？我先去你的房间等伊。若无哦，伫咧遮惊了着恁哦，我嘛歹势。袂啦袂啦，袂搅扰阮啦。妈，阿妈老师也毋是无熟识啊，毋免对咱遮尔客气啦。啊，你两个平常时早困哦，就较早休困，我带妈老师去静恒房间等。妈老师，你讲好无？安尼上好啊，就麻烦你哦。袂啦。 妈，洗洗体来。洗澡。啊，一个人安尼住嘛袂歹呢。你若是介意楼顶遮介的厝哦，外口就济啦，莫想要来遮甲静恒客相。你讲话真奇怪，我听无你的意思。 你的年纪哦，看起来比静恒较大啦。恁两个若惊伫咧路顶哦，人袂认为讲恁是男女朋友，会掠准讲哦，恁是姐弟啊，一点仔都无素配。所以哦，你上好是趁早死心，静恒无可能会介意你。你介意的人，我无一定嘛会介意。莫掠准所有查某人拢会介意静恒啊。若是要搭喙讲，你爱说你，讲唔对话，我是袂对你客气的。莫讲我无提醒你。 今日我来找静恒是要讲证书的。既然你对静恒无意思，安尼就好啊啦。马律师啊，啊我无遮尔白目，嘛毋是七月半啊，毋知影死我，我哪敢甲你斗嘴角啦？马律师，请坐啦。马律师，我知影你真厉害，自从顶届哦，你拍赢静恒的官司，我就知影。
啊，我本身哦，嘛有一寡法律上的困难，想要请教你。是安尼啦，我甲天良哦有签一份出手片的合约，即马我想要解约，啊，不过伊唔肯啊，所以我想要请你斗相共，替我甲这份合约解掉。既然签约啊，就爱照合约行。搁再讲白走黑脸的物件，歹势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 啊，不过即摆欺负我的人是老文聪呢，你嘛知影老文聪这个人外歹，因为我是正贤的表兄妹，伊就超工摕合约来压我，超工唔予我出手片。本来正贤想要甲我斗相共，啊，不过我阁惊伊斗袂过老文聪。老文聪这个人身躯边有偌济老毛，我相信你比我阁较了解。正贤即摆已经是一个介绍规情的生意人，我惊伊插手管这件代志，颠倒会吃亏啦。所以我才想讲。 合约的代志，你比较较了解，你会当替我出面解决，安尼正贤就无需要替我操心去冒这个险啊。好啦，找一个时间，你把合约送去我的律师事务所，我研究看卖啊。希望会用在合约内容内底替你找到一寡对你有利的空缝。多谢马律师。马律师，你是不是准时的？歹势。对啊。美玲，啊，你来伫遮。 我查马律师起来啊，啊若无伊是要安怎去卖啊？正贤对啦，我有买基金，互你保身体呢。多谢啦，美玲，我甲马律师有要紧的代志要讲，你先落去休困。我嘛会当做伙参详啊，加一个人，加一个主意啦。唔免啦，加你自己嘴，无必要啦，落去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先落去啊。大姐。 锁匙我，我落去再找我妈妈就好啊，你唔免麻烦啦。好啊。马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 马律师，歹势，坐啦。 阿丽娜对你的表兄妹遐尼歹啊，我看伊对你袂歹呢，拄则佫甲我食醋咧。伊无来烦我，我就下低下低啊。哎，阿林姐姐吗？啊，德香。是讲阮表兄妹啊，伊的个性较直啊，讲话有当时也会直直啊，若是有得些所在，请你多包涵，莫介计较。袂啦，伊就是较囡仔性，我会当理解。啊，是讲遮尼晚找我，是毋是有要紧的代志要甲我讲？ 两件代志，第一，这期的《七周刊》你有看过无？我即马遮尔无闲，一张八卦杂志我哪有时间看啦？明仔载去买一本来看卖，内底有刻碑报道。刻碑？啊，即马人伫底？啊，八卦杂志内报道？伫咧相片顶头，嘛看袂出来伫咧倒位。位置伫咧街巷仔内底。刻碑规个人看起来，好亲像捡粪扫的流浪汉。 若毋是有心的人，根本就认袂出来，伊是过去的老天父，所以我怀疑，遐个记者是安怎会去找到客碑？这一定是老文聪的闭鬼啊！我嘛是安尼想的，而且代志毋难遐尔简单。老文聪除了找记者去不了客碑，伊一定嘛有去法院检举，伊违反破产法，所以客户今日才会收到法院的通知。 讲已经知影，客户离开大个所在，啊，伊赶紧向法院监督人报道。老文聪，伊是安怎变安尼做？就算客户有对不起伊个所在，伊嘛已经甲伊诬告破产，两军相残，已经赢到遮尔彻底，是安怎阁变安尼创治啦？我真想无咧，哪有人遮尔恶志啦？所以我想要约你明仔载去找老文聪讲讲的。 我甲伊无啥物话好讲啦，啊，你要甲伊讲啥？希望伊对客户报复动作告诚为止。马律师，歹势，我无想要看到这个人，更加无想要甲伊讲话，所以。不要紧啊，我袂勉强。另外，代理权的代志，进了有顺利无？有顺利啦，啊是讲结果安怎？我毋知。迄是当然的啦，啊，遮尔大笔的生意，无可能三两句话就会当解决的。
徛伫我律师的专业角度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甲这外商讲生理爱特别细腻，因为因处理一寡代志，拢是爱照步来。这点我知。会记哩，伫个甲因来往的文件，包括将来成功摕到代理权的合约，拢爱以英文为主，中文翻译本只是辅助，看作是副本。因为真侪中文的合约，若是无注意，就会出现一寡文字上或者是注解上的空缝。伫阮公司内部会议，这点阮总裁有特别强调过。第二点，我要提醒你，就算讲对方点头答应要甲代理权给你，啊，不过无 black and white 白纸黑字签好合约之前，拢唔通想过有把握。而且认定合约的时间是上界危险的。我知。伫拟定合约甲签订合约之前，这个时期叫做对手拦截期。这点，我爸爸有教过我。安尼看起来，你已经学会晓真侪做生意的手段甲撇步啊！我唔敢安尼讲啦，做生意是一门大学问，我爱学的阁真侪。若是有疑问需要我的，千万唔通客气，唔通袂记哩哦，我是恁的法律顾问。李妹，等下马律师来。马斌，这罕见啊，坐啦。你今仔来，敢是灰心转意，要答应做我嘉玲集团的法律顾问啊？我今日来是为着苏玲的代志。搁再讲，我应答应做静文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无可能搁做嘉玲的，因为我知影恁互相，你前段间不友啊，是恁爸弟的代理权。我做一个律师的原则，就是袂用的同时兼做两间竞争同业的法律顾问，所以老董的邀请真歹势，我无法度答应。这真正是世事难料啦，马敏。会记得你会当甲李正贤熟识，是迄当时摕两罐茶米所变成两罐毒品的案件咧。这想袂到今仔日李正贤竟然会当互你点头，互你答应做因公司的法律顾问啊！这个唔正经，真正是好运啊！也毋过，这无其他的差别，因为因用得到你的时阵，绝对是因公司宣布破产迄天啊。老董的好亲像对别人破产特别有兴趣哈。我今日来，是因为老家接到法院的通知，讲老天父无缘无故离开大个所在，因违反破产法，即摆要带伊去法院。我想要直接问你，是毋是你去检举的？你这么歹，我得要想看卖啊。马律师，若是你想要问这种问题哦，可能要等上法庭的时阵才会当问呢。要若无吼，就是要等阮党的律师在场才讲。不要紧啊，中。这检举违法，本底就是优良的国民应该做的代志啊。而且我会当真公然，我会当真大声讲，无唔对，就是我检举老天爷。我看到桌顶有一本《七周刊》，我嘛看过老天爷迄篇报道，相片顶头，我还阁有看到乌鸡半个形影，所以这一定是你叫记者去报道的，对唔对？我是会想无呢。你不但把老天父变到新白面咧，你嘛青目睭，看到伊落魄到变做去吃，你哪会还阁唔放伊煞？敢讲你要甲伊变互伊坐到，安尼就算讲互伊死伫个笼仔内，又阁安怎？你加加伊赚着一日送礼，我实在想无，你的冤仇敢有这么深啊？马斌，正我请教你。冤仇多深，这是要安怎测量？仇恨多重，这是要安怎帮？要安怎擒啊？你唔知，我嘛唔知，也毋过我袂忍的。你敢知影？我若忍袂住，我就袂爽啦。因为你无法度体会我的心情，因为你自细汉就是孤儿，你毋捌得到过，所以你原来毋捌失去过。
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命格。若是讲这世人，我甲老天有之间的恩恩怨怨无遮尔深，那呢就会当讲是阮互相打破祖公的黄金暗。这水火不容，这让我遮尔忍袂住，想要继续甲侮辱，想要继续甲打击，想要甲拍死，想要拍你万代亲家。妈咪，我真个请教你，你敢真是遮尔理智是？你敢真是遮尔忍袂住是？你若真是忍袂住，那咧迄工店咧兴事局的时阵，你是安怎予我歹看啊？我诚心诚意请你来甲我斗三工，结果咧，结果你反倒转替遐石头来甲我修理。无要紧啦，这件代志我甘款会忍袂住啦。我甲你讲，我总有一天会找你讨回来，因为这就是我的命格。若是照你的道理推断，那呢我的命格就是人不还我，我不还人。相信我，你若是找我的麻烦，对你是无好处的。关于客户的代志，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我拄则所讲的话，千万唔通予羞愤暗砍着你的目睭，到最后颠倒去害着你家己，死狗，恐惊你连一日送你嘛画袂着。我今日来，本来是想要好言，奉劝你几句，千万唔通甲代志做了伤侪，爱留一条活路予别人行。啊，唔过我看着你的态度，听着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我知影我今日即阵是白走的，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无悔无心肝、丧尽天良、伊无法度讲道理的人啊！小代表，咱拄则伫阮大神细细看看，你感觉啥款？阮大神应该袂歹啊。讲实在，恁大神虽然看起来无嘉玲遐尔气派，啊，毋过为各部门办公室的分类，甲布置看起来，伫药品方面，恁确实较专业。周代表啊。是袂到讲你安尼凊彩行行看看的，你就知影，你果然是内行啦。老实讲啦，阮大新伫台湾的药业算是老二牌、老二号啊，比较较有经验，嘛比较较稳当。恁只要把恁四零八的减肥药交予阮吼，就绝对无问题。这是别间公司做袂到的，我想这点周代表应该真了解啦。这就是阮要参观每一间公司的目的，会用了解每一间公司的优点。啊，不过。在阮产值代理商的标准内底，市场评估佮营销测度报告书的内容是佫较重要的一项。我会用先稍问一下无？恁即马进行到安怎？即马阮大神吼有几组的人，无眠无日，你专来负责这个报告书啦。相信真紧就能完成啊！卡斯我若完成了，一定派人马上送过予你。那安尼，就要麻烦恁动作较紧的，因为送去的时间若一过。阮都袂阁收任何一份报告书啊，这是为着公平起见，请恁爱见谅。经理，咱是应该行，我还阁给你安排其他的行程。啊，是毋是要去嘉玲签保密条款啊？哎呦，毋是啦，嘉玲迄边哦，早就签好势啊。林董的，你真正消息灵通啊，啥物代志拢瞒袂过你吼。话袂当安尼讲啦，做啥物生意都爱专业，消息嘛是爱灵通啊。就代表，歹势，互你亲身走一趟。连个那有闲哦，我带你来轻松者。啊，林董，你免安来客气啦，无闲做恁啦，我先来走吼。顺行。顺行。再见。丽花，把迄份合约书哦，交予先弟传达。但是讲国外这个公司哦，实在足好笑。签什么保密条款？什么人会替因保守秘密啊？就紧啊！你拄仔先来要讲嘉玲已经签保密条款的代志。我讲的拢是事实啊！啊，因两个要来进前，我看文聪先通过电话，嘛问我是啥物情形啊？安怎？敢讲文聪在骗我？这跟文聪有骗你无骗你无关系啦！你做生意做这么久啊嘞，你哪一点仔见识都无啊？
拄则若是周代表问你啦，讲咱代志，咱会知影讲家庭已经签保密条款的代志，你要安怎讲？啊？万一讲这个周代表吼，伊心思若是较幼嘞，伊是毋是就知影咱甲家庭的关系毋是遐尔简单着？敢若一支嘴哦，三两话袂讲啦，啊头壳唔少想一下，看是毋是啥物所在讲唔对去啊？爸，其实妈妈讲的嘛真有道理啊，这个周代表一定真重视这点，唔才会要求咱来签保密条款。假使讲，咱让伊感觉咱无保密，安尼是毋是对咱大神的印象会无好？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话都已经讲出去啊，无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去拍一个锁吼，把你的钱锁起来啦。这说明书的内容，大家检查过以后，有啥物意见要补充的无？咱对市场的评估已经有真详细的分析，我相信伊看了后，一定会感觉满意的。我嘛认为咱的说明书已经写明一切可行的行销策略，绝对会当得到周代表的信任。公司运作系统已经准备好啊，这个 case 咱也是会当接到，所来工课咱嘛会当正常的运作。以我这个行政经理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无啥物好补充的啊。说明书呢，我嘛看过啊，我感觉咱已经会使交出去啊。好，既然大家拢通过，那咧这份说明书，我就决定交出去。我将内容列印出来。对对对。迄封面哦，搁做较水诶。红梅姐，先卖你印出来，因为我搁一个想法。走，你有啥问题？因为这份说明书是咱正文集团的重要机密，是咱大家付出心血的成果。若是家己印出来，有可能真简单就漏出去。所以我想要亲身把这块磁碟片交予司令巴迪的周代表，因为咱双方签有保密的条款，安尼嘛表示咱有做着保密的功夫。总，我赞成你的做法。好，今仔会就到这结束。对啦，等下你陪我去饭店交磁碟片。无问题。今日在台视的时阵实在真好笑。迄个林董事长竟然讲老高，讲伊知影嘉玲已经签好保密条款的代志。这两个集团互动消息到这款的地步，我唔相信会互相保密。依我看。嘉玲佮大成根本就是暗中联手，想要围标司令巴迪的代理权。比较开，还是进门较妥当。啊，应该是进门的人来啊，我来开就好啊，周经理。歹势，我常常袂记我家己的身份啊。袂啦，你愈会愈好啊。吴秘书，你好。李总诶。阿经理你好，啊，先入来再讲啊，多谢。周代表，李总，阿经理，请坐，请坐。别客气啦，我今日来是要甲市场评估甲行销策略报告书交予你。根据保密的原则，我也亲身走一撮较好。同款是根据保密的原则啦，阮做伊讲伊袂当一人过来，所以叫我甲伊两人互相监督，做伙送过来。啊，是讲报告书咧。根据保密的原则。我感觉安尼做上安全、上保密。李总也确实真细腻，不但想法真周全，嘛执行甲真彻底，实在予阮哦愈来愈放心啊。可能是我过去经验的关系，我对我所讲话、所签的字，我拢真注重。我嘛要求建木集团所有员工照安尼去执，所以请您放心。是啦，你正面的作风啊，我实在无话通好讲。啊，不过对大成甲嘉玲。讲实在话，我无啥物把握。李总经理，你是同行，可能较了解这两个集团到底有啥物特别的关系啦。我是有感觉，恁常常有在互相联络，做伙参详代志。有这款代志？因为大家是同行，第一公第一私，加减拢有一点仔关系。就代表，歹势，阮正文集团的原则是无背明同业。这点，我向彭秘书嘛有表明过。我希望你能体谅阮这么集团做代志的原则。李总诶，即个我拢有向经理报告过啊。经理不但真体谅，而且佫真欣赏咧。请您放心，您的报告书阮一定会详细看的。辛苦您。感谢两位，若是无代志，我先转来公司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周代表、彭秘书，多谢。再见。多谢。
看代志的方法，就是跟别人无同款。你们哦，去工地遐报道，哦，赶紧去。走啦，走啦。哎，头花啊，啊，看嘞。哎呦，无啊啦，已经无通开啊啦。头花啊，你莫甲我骗啦，拄则我有听到人要叫三个人呢，另外拄我斗三个嘛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哦，只有通开你就做袂来，我头前哦，搁另外叫别人个啊。头花啊，你都唔当嫌我年纪大无气力啦。像我食一个便当落去了哦，我食饱落去哦，我一只哪牛嘞，袂想迄两只山狗啦。何医生，你想老啊啦，你无法度啊啦。拜托的啦。有生疾病吗？敢若是呢？一定是伊啦！放心的啦，我来讲啊，我工过足济，我卖安尼啦。佩佩，我总算找到你啊！佩佩，你转转去好无？佩佩，少年的你。人啦，麦克，你麦克假啊啦！你离开厝这尔久，你才即摆连欢迎拢知影呢。大家四个在找你，拢足着急的。你若是唔紧跟阮转去，早晚你嘛会叫警察抓去，到时阵毋是更加歹看。那一天我拄到记者了，我就知影讲早晚伊本杂志一定甲我刊出来。即摆全世界拢知影我遐尼老白个啦。实在足见笑，我感觉有面当争议啦，紧走啦，哎，走啦，拜托，家伙死袂转去，卖甲客户讲断电话啦。佩佩，自从我姨丈看到你，我去到遐，你已经离开啊，嘛是因为咱才有让老文超有这个机会来糟蹋你。你知影无？我看到那本杂志的时阵，我心肝内有偌自责。佩佩，我求你，你对我转去，你若是不对我转去。我跪落来求你啦！哎，你咧创啥啦？我跪啊，唔啦！客伯，哦，你客伯，你死创啥？你较冷静个啦！客伯，有啥物代志？等阮倒来再阁讲啦。好啦，我跟你倒来啦。但是，我有一个要求啦。啥物要求？麻烦你先替我买一个便当啦，我真忙到真哦，一点物件拢还袂吃的。麦克，饮茶啦，食较慢呢，卖去过着呢。是啊，客伯，阿姨爱慢慢食，食紧袂消化。伊会记起袂？甲你讲过一个买便当的故事啊？是啥物故事啊？是客伯伯甲老文聪避免迄一站，伊甲我讲过一个亲身的经验。我会记一天，是客伯发现老文聪甲正良集团的资产拢转移出去，嘛是阮头一摆听到嘉玲集团。客伯讲有一个好朋友，嘛是有钱人。伊想要伫过身之前，把伊的财产拢分配落去。偏偏过身了后，伊的囝儿会因为要分财产，大家拍歹感情，啊，不过分来分去，大家拢袂满意。无到最后，伊总算把财产分配好势，啊，不过分好这一天，伊的大母说伊，伊的囝儿都把伊一个人放伫公寓过独居的生活。有一天。特别去看伊，伫楼骹饲伊个对讲机，真久拢无人出声，最后出声，伊甚至毋知影来看伊个人是啥，头一句话就讲：“拜托个，
你先替我买一个便当好无？我脚摔断啊，我无办法走路，我已经两天无食饭啊。想袂到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，煞变作我家己啦。这干吗？阁有体力性？讲较歹听的啦，万一若是死啊，恐惊几落天拢无人知影咧。啊，煞去予洪明哲又着啦。伊人死过了，讲了吼，隔壁厝边哦，闻到我的味报警察，才知影讲，伊已经死在伊家己厝内啊。啊，若算起来吼，我是比伊加真叻气，加好运真多啦。可能是我顶世人我的罪孽吼，无伊遐尼深啦，所以今仔我的报应嘛无遐尼惨啦。佮再讲吼。迄个精神创啊，伊是外口抱转来的精神啦，啊，伊就毋是我亲生的，所以伊即马甲我变面啦，啊，甲我变做万寿人啦。我若安尼甲想哦，我心内就会较好过啦。啊，我即阵啊四过伫路里啊，倒咧流浪的时阵，我不时会想着我迄个死去的老朋友啦。我若想着伊。我著感觉心内总会寒的，我无想迄想安尼死个遐尼凄惨啦，所以我才会安尼四界去捡二纸。我咧想哦，我才有够钱哦，当我食一顿仔饭哦，安尼就好啦。我无想要食人哦，枵死伫路边，死个遐尼无面子，遐尼无尊严啦。出去找一款做无三两工的头路啊！我小弟来去甲总裁阁讲看卖，请你来公司上班，就亲像你讲的，做啥物拢好，吼、哦！总共有一句啦，阮袂当阁让你去外口街仔头流浪，阁去让阮糟蹋啦。恁总裁无可能答应的啦，洪明志啊！啊，恁进门嘛才打醒你无偌久，无讲真在啦。所以恁大家就千万唔通因为我的代志啊，让恁大家咧歹做人啦。袂用你啦，我若无去甲代志讲清楚，我心内会足有罪的。Michael， 真歹势吼，拄只我咧无用啦，啊，即久才有时间来看你啦。歹势啥话啦？啊，你来了拄好啦。你若是早来十秒钟吼，我会见笑面。煞予你看了了去，你当首长啊！啊，咱两个老个徛伫遮，一个是好模样啦，啊，一个是歹模样啦。啊，倒啊一个好个，一个歹，啊，咱两个斗一组，予因遮少年人来做参考安尼。不是，我甲客袂找转来。你拜啦，是人哦、喔，啊，就已经倒来厝啊。足见笑的咧。爸，卖我来，卖我来啦！爸爸，即摆规身躯垃圾鬼，还佮臭味毛，你卖我来啦。妈，妈，我倒来。阿太啊！靠啥话啦？阿太啊，我甲尊公都无法度搁再见面。就算是二十几年前，你甲我讲你要去台北打拼，你帮我一个大我大个在南部，无要管我，我的心情就亲像迄当阵遐尔惊吓的。当年我还敢用偷我囡仔，你俩尊公。我和你谈荣华富贵心，迄时阵，你哪有什么荣华富贵给我？
我是怕你把我放散，你知无？你这么失去你的荣华富贵，变哪这尼啊落魄掉？我知你真失志，也毋过，我倒转来，我感觉就亏我。因为我感觉，较早迄做工的阿太，又搁倒转来，我感觉守在老阿太身躯边，过着散家日子，我嘛袂含老天父，住着遐尼大间的别墅，年年轻轻一个人咧过生活，我甘愿趁着即马安尼，来实实在在咧过日子。阿太啊，你答应我，你莫搁离开我甲文心，好无？小妹啊，我答应你了。从今仔日开始，咱阿仔某两个人互相扶持，一直到咱死的迄天为止，好无？阿太。总裁，我想要请求你，让麦克来咱公司上班。我感觉咱会当暂时先给伊一个工课，等伊若是生活安定落来啊，心情稳定，会当开始振作，才阁会去别位遐找工课。廖经理，我顶一遍讲袂予来上班的理由，讲了阁无够清楚是？好，我阁讲一遍，伊老啊，伊心思不静。好小心重大，伊来进门只有歹处。总裁，你免阁讲落去啊！我记甲清清楚楚，而且我嘛认同你讲的每一个理由。也毋过，我也是要请求总裁，无论如何，给麦克一个机会。凭啥物？今仔日若是正贤，也是天若甲我讲这句话，我是会当了解伊的心情。啊，毋过廖经理是安怎是你的？既然你嘛知影老天赋伊的缺点。当初你嘛赞成我的决定，你凭倒一点来替伊讲情，我实在无法度理解啦。无凭啥物啦，我只是感觉伊即马真是足可怜的。咱若是无予伊头路，我惊伊会想袂开，行绝路啦。总裁，敢讲你连一点仔同情心拢无是？你是查某人，我嘛是查某人。啊，毋过我赶快批评你一句，你这是标准的妇人之仁。这种无必要的软心肝，会致使偌大的失败，你敢知？总裁，我做人一向以道义为先，若是因为安尼会来失败，我也甘愿。你甘愿，我唔甘愿啊！你唔通忘记，公司唔是你一个人开的，唔是你甘愿就会用的啊！我认为无必要为着一个人的正义感，把全公司的人拢拖落水啦。好，那咱就即摆以公司的原则来做。咱五人小组开会来共同决定，若是多数的人拢无同意麦克来上班，我也无话通讲。心悲伤。